那再看我手里这盆疯长的文竹，这边呢它已经长满了叶子，而这边却没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接下来瀑布告诉你们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光线不足。文竹它虽然耐阴不耐阳光直射，但也不能完全在避阴的情况下生长，最好放在散射光的地方。解决方法呢很简单，就是把它偶尔放到阳光下晒晒就行了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浇水过多，很多人都以为文竹要多多浇水，但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。解决方法呢，就是把它搬到一个通风的地方，减少浇水量就行了。